同一个，同一个。然后他前一天打电话跟我讲事实的时候，我就说，我说你是，有上次有带过什么什么，我忘记他姓什么。他说对，我说我听到你的声音，他一看到我就好高兴哦。啊，对对对，我也记得你。哦，对啦，老顾客有时候都遇到正常。对。而其实大部分等着买点，你钱差那个，你就存那个。而且他还送我一个司机。我知道之前我们有位客人说他还蛮喜欢他们家公司的大陆牌，又好又便宜，没错，品质很高，再高一点，我像凤凰。